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药一天可能要吃几十片呢。说明书上说每四个小时吃两片。哦，我一直以为是一天吃两片。这次呢，决定在三藩市，也是或者说圣何塞这边停留三天。说到圣何塞呢，很多人可能应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苹果，因为苹果的总部在这边，包括那个 spaceship， 就像一个太空船一样的苹果总部。我希望大家听到我现在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不要觉得特别痛苦，因为没有办法。今天呢，我就想去 Apple Park， 里边有一个Visitor Center 里面走一走，去了买一点自己喜欢的衣服啊，特别喜欢苹果这个品牌，所以这次既然来了，不去有点可惜。所以虽然说身体还没有恢复，但吃了药之后感觉好多了，起码昨天头很痛，每天流很多鼻涕，现在稍微缓解了一点了。虽然说昨天晚上还是很严重，所以呢，我把房东的厕所家这一卷纸给拿到我屋子里，因为屋子里一点纸都没有，连纸抽都没有，所以作为 Airbnb， 我为自己争权利。OK， 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我用我的车载导航呢找到之前的地址之后，发现根据导航那个路呢走到了一个死胡同，根本走不过去。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我现在的手机呢这个网络特别的差，也查不到地址，所以我现在被迫呢被困在了一个应该是那个 spaceship 附近的一个住宅区了。这边估计房价要翻天啊。现在还在等这个。哦，可以了，我现在大概在这个位置，这就是那个 spaceship，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这边。Oh my god！ 哦，是不是我提前转了个路口？哎，该死的汽车导航不工作了 ，damn！ 然后现在呢，面对的就是这个 spaceship。哇哦，嗯，他们怎么从那边出来的？然后呢，我准备在这边绕一圈过去，这边不让进 ，Parkway。Oh my god， 这边是不是那个 visitor center？ Oh Jesus， 我可能走错路了。Hi there， I'm looking for the visitor center. Okay, so it's gonna be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building here. Okay. So we're gonna lift up this gate for you. Take a quick right, and then you're gonna follow that path all the way up to where those cones are. Yep. Okay, yeah. When you get to the stop sign, just wait there, and the gate will open automatically. You're gonna come out here on a wolf. Turn right on Homestead, right on Tantau. Okay, yeah. And it's on the left-hand side of Tantau. Okay. If you have an iPhone, you can actually put it in the Apple Maps and put Apple Park Visitor Center. Okay. And that will get you there. It's 10600 North Tantau. Okay, here, right?That's Apple Park, so you want to put Apple Park Visitor Center. Okay. It's 10600 North Tantau. Okay, I'll try that. Yeah. Okay. 天哪，真的是走错路了。然后他非常耐心的给我讲解，应该从这边再绕一圈过去。好了，我又回归到起点了，各位。突然间感觉，如果能够在苹果这个 Apple Park 里面工作，该是多么好啊！我看他那工作要先进入一个隧道，哇，太棒了！看见了吗，大家？有一个叫 Apple Parkway， 这边一转的话，就进入到了苹果 Park。好了，这个街呢，应该就是 Vista Center 了，然后大概再往前走六七百米的样子，希望可以找到了。OK， 各位，我到了，就在这里。里面很多人在排队，然后听讲解，好像没有任何人拿相机的。我找个地方停车。OK， 在我前面呢就是 Apple Park Visit Center， 我看的样子应该是不可以拍的，我尽量用手机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的画面。另外呢，我会进去买一些东西，如果能买到的话。 Alright， 我将用 iPhone 去全程搞定，嘿嘿。
然后在我面前呢就是一个 VR 的特别大的 table 啊，我用现在的 iPad， 我可以看到，哎，太牛逼了，哇！然后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我还可以把这个掀起来，比如我用指头的，起来了。然后左边呢，这边是可以调整时间的，比如这是上午十点，我调到晚上，调到了下午七点多，我可以看，哇！看看这儿有什么，它现在完全是一个动态的，哎，不行，必须慢一点，好像是失败了，不行。然后大家看这座楼哈，在这边，我可以把它掀起来，可以看到里面是停车场，各种停车位，所以这是停车场。看这边，这边也有一个楼，把它掀起来什么样呢？哎呀，这个掀不起来呀，那个呢？哎呀，这两个都掀不起来。看看中间，中间那一个厅好像是上次就是开会的地方。哎，开了，飘起来了。这个是上次苹果发布会的一个地方。哇，种植面积非常的好。在这边还有一个按键，是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建筑呢是太阳能驱动的，可以看整个能量的一个循环。哇，太厉害了！哇，哇 ，Jesus， 哇。来到这边之后呢，就不太想走了，就想坐在这边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怎么说，周末吧。其实今天是周六来着，现在在 Apple Park Center 上面的二楼，哎，也算是顶楼坐着，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地图上显示的这个地方应该都是水吗？可是
这么倒霉啊。OK， 各位，我想在这个公园当中，只有这个板子后边呢，才没有风吹，这样麦克风的话，收音效果会稍微好一点。本来呢，这不是我的计划哦。今天呢，跟大家说说我在苹果店究竟买了些什么。这个他给我发的收据呢，大概已经到了我的邮箱。我检查一下，今天在苹果商店一共花的钱。一共是114.55美金啊，在这里大家应该看不清楚，所以115啊，就我们算115刀，究竟在苹果商店，在苹果 Apple Park Visitor Center 里边能够买到些什么呢？我买了些什么呢？苹果员工跟我推荐说，一定要买这个袋子，因为这个袋子特别酷，因为他说这个环这个链是纸做的，我说啊，怎么可能啊？我忘了是纸还是布了，反正他说 very cool， 我说好，那买吧。然后呢，第一件东西呢，我买了一个帽子。这个帽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质感很独特呀。这还有松紧，我买了个白色的，可以拉伸一点点，但整体感觉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然后里边有一个卡纸，戴上去之后呢，是这个样子，是不是特别傻？好，这个呢价值40刀。好，接下来这个就厉害了，一个这样的小方盒子，这是我在国外买过最贵的 T 恤，给大家直接打开，哎，就这样包在里面。我觉得苹果连卖衣服都有点像在卖这个手机了啊。哎，买了一个白色款小号的，带有苹果这个，哦，好大的风， Apple Park 的一个 logo， 希望不要太冷了。哦，哎呀呀呀！哎呀，我告诉你啊，美国是很冷的，现在，尤其在这个风又照不到太阳的地方，我去，我的妈！啊，哎，穿上去之后感觉还不错，再戴个白色帽子，哎，虽然有点紧啊，而且他跟我说呢，这个东西如果特别紧的话，要在这边调，把这边给拨开。这边拨开之后呢，稍微往这边一点点，然后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抽出来。所以这个设计跟其他帽子有点不太一样，那效果不错哦。哇、哦，有点小冷。好了，这就是。有人说这件 T 恤多少钱？我告诉你 ，T 恤我刚刚已经说了是最贵的，所以依旧跟帽子是一个价格，40美刀。我刚刚说的价格呢都是税前，40美刀。还有最后一样东西，大家可能想，大家估计也知道是什么，能买的也就这几样了，还是一个小盒子。这盒子比较小，在我出来之前，我为什么一开始不太想要这个袋子呢？是因为它，但那店依旧说这个很酷，我说哎，我说好吧，可是他店员又说这个更加酷，真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底下有说一个黑色的，耶、yeah ，这个材质我不太确定是什么的袋子。有点像塑料，又有点像纸，又有点像塑料，大概这个样子。哎呀，有点可以，咱可以把这些垃圾呢都装进去，把这个袋子也装进去。我为什么买一个黑色呢？因为我觉得所有袋子里边，黑色的袋子是最酷的一个。如果袋子又是白色的话，那就太单调了。所以今天呢，我就买了一个帽子、T 恤，一个黑色的袋子，115美刀。有人说你这不是花冤枉钱吗？其实，怎么讲，对于我来说吧，算是一个小小的信仰，因为自己喜欢苹果产品已经很久了，我从来没有买过任何关于苹果的纪念品。这次既然来到了这边，我觉得这个钱还是该花就花一下，因为只有在这个店里可以买到这个袋子，信仰。的价值，哎，还好带了个三脚架。我突然间发现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拓展训练的场所，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东西，我才知道原来它是在高空中行走。
有人可能会问啊，这袋子多少钱啊？其实这袋子呢，大家可以115减80，当然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有税嘛。这个袋子呢，税前是$25。就有一种感觉突然就冒出来，就在这个路上开车这种感觉，有点像我小时候玩游戏玩魂斗罗的时候。哇，我是想象着有一天能够在美国的大道上开着车，听着音乐，然后吹着这个风，今天突然间实现了，给我一种特别有回忆的感觉，那种记忆一下涌现。哇，一瞬间让我就感觉很有意义，就这种感觉。哎，现在我开到了一个 plaza， 这个 plaza 呢有一家好像是牛肉面为主打的餐厅，我觉得我来对地方了，太想吃了。食欲上来之后呢，说明我的病快好了。哎，我想好好吃顿饭，一会儿见了。哇，拜拜。一路上回来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街上的景，然后吃饭的时候闻到空气中的一些味道等等。我觉得在每个地方生活呢，都有它比较显著的特点，有它的好，有它的不好。哎，我不知道，生活还要继续探索，但起码今天身体恢复过来之后，觉得生活还不错，只不过需要继续走一走。啊，又要回来了。